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平。正言上人说，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在海燕台风重创菲律宾之后深入灾区16天的刘继宇师兄。说到继宇师兄，他赈灾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踏过许多受伤的土地。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北朝鲜跟当地的孩子互动的情形，而这张照片呢，是他在柬埔寨帮行动不便的妇人扛大米的状况。而这一次他深入菲律宾的重灾区，他如何将全球世界的爱与祝福如雨露般洒在每一位乡亲的心中，让每个人笑颜逐开，重获新生呢？影片完之后，请继宇师兄来为我们分享。在现场上，慈济志工刘继宇扯开嗓子，带动独鲁万乡亲呼喊口号。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把他心中的那种创伤哦，那种的积压呢，那种抑郁呢，把他整个发泄出来了。对灾民的这种灾后的心理的重建非常重要。担任捐钱团领队，刘继宇从11月18号踏进独鲁万灾区，两个多星期，他既要看灾，又要带动义工带阵。每天睡没几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这些灾民们呢，这么大量的投入灾区里面的重建工作，在打扫自己的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社区之后呢，也能够互相依偎、互相抚慰，那个整个社区的那种气氛呢，就被带动起来了。因为义工带阵，独鲁万从风灾后像是一个死城，慢慢生气活络。刘继宇亲眼目睹这个城市的转变以及灾民的自立，因此就算再累也觉得相当值得。好嘞好嘞好嘞，老大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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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谢谢你，谢谢礼拜佛，礼拜佛呀，拜托。But don't overspending, OK? 当我们把这些义工带阵的这个钱发给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跟他强调，这个钱不是你的薪水，也不是你的工资，而是慈济给你的一份关怀跟抚慰。10多天来的义工带阵，参与的乡亲突破20万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不光是灾区的复苏，刘继宇也从灾民身上得到另一种收获。Show me how you speak。有一个灾民的哦，那天在这个发放现场，他上台唱，他唱为什么？他说我连续拿了2天慈济的钱500块啊，拿了2天，但是我没有工作，我偷懒，我没有做，我现在觉得很惭愧，我这个钱我不要领了，他拿回来还。山民们就讲一句话了，你们给我们人以工代赈的这些钱哈，有一天也会用完的，但是你们慈济人给我们持续不断的那种大爱的抚慰，啊，给我们实质上的生活的帮助，这种对我们心灵上的重建哦，才是我们此生此刻永难忘记的。Don't worry, OK? Yeah, 因缘成熟了，我们来到灾区，我们就尽心尽力的把上人的这个啊这个抚慰苍生的这种悲智双运的用在这个地方。那因缘灭了，时间到了，我要离开了，那就前脚走，后脚放。是啊，虽然前脚走后脚放啊，不过我想继宇师兄啊，菩萨所行之处啊，皆令众生欢喜。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能言善道，非常幽默，而且可以很有带动的气氛。您是国际赈灾的，经验丰富的人啊，哈。刚才跟您请教一下哈，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江西啊、青海啊，包含印度地震，您也去关怀过；斯里兰卡、柬埔寨、北朝鲜、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你大爱的足迹。这次到菲律宾，深入走入重灾区独鲁万，我想您的心情跟或许跟过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了。对啊，其实，慈济工作里面哈，去很多国家救灾啊、赈灾啊、看灾哈，是，其实面对那种的生离死别哈，那种的悲欢离合呢，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大同小异，大家都是心灵上或者是财务上或者是家园被摧毁，各种的苦难现前嘛。那上人就是要我们去见苦知福嘛。可是我现在我比较会去做另外一方面的思考哦，啊，就是说，因为上人现在要我们熏法香嘛，哈，对，就是现在如果再不赶快讲一圣法，走菩萨道
哦，入人群，入那个深入苦难的话呢，会来不及嘛。对，所以我就现在在赈灾里面，我比较会想到说，如何去在灾区里面呢，我们的救灾方式去印证上人的法。哦，我比较会做这样的一个印证，然后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印证说上人为什么说来不及。来来来，透过你的观察，您如何印证上人的佛法？因为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嘛。对，您这次看到了什么？所以才说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那如果心中有佛法，救灾也是有办法。那我举例讲说，这一次哈，这一次这个海燕风灾灾难非常的大。对对，它是有史以来是人类有史以来是最大的超级台风，超级台风嘛，造成的重创也是空前的。那我就在想说，这么大的灾难，连政府，连100多个国际的 NGO 在现场，大家都束手无策，大家都尽心尽力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嘛。可是呢，我们到那边去，2个礼拜之内呢，整个灾区完全不一样了，跟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那种夷为平地啊，一片狼藉的啊，残垣断壁的这个景象啊，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中间就有法在里面了，要不然怎么可能突然间2个礼拜之内变这么多？其实救灾这个是动员。不只是动员菲律宾分会的人力资源哦，动员台湾，动员全球，刚开始20几个国家，后来变成40几个国家，是，所以这个是非同小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么多钱，我们募这么多钱，我们还要把这么多钱放在灾区里面，还要帮助这么多的灾民，对，这个绝对是牵一发动全局啊，里面必须是运筹帷幄哦，必须是非常的睿智。所以我这样2个礼拜过后，我在想说啊，每天上人给我们开示里面点点滴滴，就是上人的睿智呢传承给我们，去做一个很正确的救灾的方向。就是不仅要让他们感觉不孤单，你要给他们有机会再站起来，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去重建家园。对，我举例讲了哦。一般去救灾，你说以工代赈嘛，以工代赈方法不错啊，带动这么多人来打扫自己的灾区，对不对？然后几天之内就看到效果了嘛，对。哎，这样子不错啊，给他500块赚不错了，人家外面一般才250到300之间的工资嘛。非比手。上人说本来给400，上人后来不够再给500，我给这么多，哎，这样子赚不错了嘛。那上人说要注意哦，打扫的时候还要供应伤饥饭哦。你看这个想得非常的细腻。因为呢，这些灾民投入灾区的时候，他用他的体力去恢复他自己的家园。对。可是实际适时的提供伤饥饭给他吃，因为那时候他灾区也是没有东西吃的、啊。因为没时间够煮啊嘛。没有时间煮，而且家里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对。也是没有像以前这么正常嘛。那这个时候我们提供伤饥饭给他们。然后这个伤饥饭热腾腾的，用恭敬心给他们的时候，他想到说，哎，这种的关怀不是那种。很肤浅的方式，而且非常的关怀入心的、啊，也不是主顾关系哦。对，不是讲你来提外钱，你就是要做外心的，不是、哦。你花遐尼侪钱啊，我连足感恩的啊。啊，我咧做的期间，你搁提水给阮，搁提饭给阮吃。换成我想说，哇，那我这款呢，关怀入心、关怀入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的理念呢。其实这个上人的法。所以那个钱，就如你刚才在影片上讲的。虽然是500块的批手，是高于许多 NGO 团体或是菲律宾政府的金额了哈，金钱了。但是那个我们不把它当作工资，就是给他一种祝福。上人再三强调，本来咱红细胞还是有，联合国都你改改掉啊，哈呢？联合国伊用各一挂国家拢有联系嘛，是。因为有哪里抱怨的，你实际那好人细胞，人家外口行情在200-300了呢。好，阿关关，我们就亲自上人，刚才有这款声呢。上来讲，你也跟伊讲哦，这500块给伊吼，唔是伊的工资，唔是伊的薪水哦，这是咱要给伊一个经济，对实质有效的经济援助哦，是咱给伊关怀个抚慰哦。而且这个钱是来自，刚目前是40几个国家嘛。对。让他觉得说，哇，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我同时接受到40几个国家的慈济人的祝福。换成我们也是很感动啊，对，我不孤单啊，我落难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在关怀我啊，对对，意义不一样、啊、所以包含许多本来是让你帮助的国家，非洲的津巴威、莫桑比克，遐个人嘛，我都来帮助菲律宾的乡亲。对，
但是你想到，你说有些贫穷的国家，一般万金是金幽寒哦。对哦，对不？但是上人很重视这样的动作，爱心的启发。对，爱心启发，你上下国家都、就是你较早造福无够。哎呀，所以我今嘛要用这个机会，给你们去造福。有这个福田。对，这个上的用意在这里。所以以工代赈给了这个所谓500块披索的祝福金、鼓励金，或是一种爱的祝福关怀，您看到了，不仅市容恢复了，很多生机商机也出现了。啊，你看以工代赈是，我每天来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以工代赈嘛，不是每个人都每天来嘛，我来四天五天一礼拜，啊，上面有你算啊！啊，你可你讲，可你讲五天拢来了，啊，一礼拜拢七天拢来了，一天500，啊，你话者3500，3500等于代表是2000几块啦，你安尼，所以讲啊，嘛无你偌好用，因为你去再去看吼，伊个厝拢掀掉嘛，对哦，大部分的屋顶都被掀掉了嘛，是，你刚修那个屋顶吼，拢要万几块以上，不能蛮贵啊，哎，万几块，所以做伊再是，准备要修理屋顶嘛，无够啊，所以让他们先卖摇八豆。景观恢复之后，有个安身立命、遮风避的地方。后面中长期的陪伴鼓励啊，就要落实本土志工了。哎，现在已经贵够位了，对吧？很多 NGO 都离开了的嘛。对，跟以前的斯里兰卡很相似的。我看到我里要请你。是。哎，拢离开啊。南亚海啸之后。啊，其实咱是阿别呢，芳心为爱呢。咱即马佫百事代心爱做呢。咱只咱一过啊。对吧？咱济南的义工代赈，对哦，啊，香鸡饭的供应是，啊，过迄个警察、公务人员的迄个慰问金发放，哦，啊，过来就是就要被组合屋啊，学校的组合屋，开始打大好一点嘛，啊，被打完，转过去打，对，啊，你够灾民的迄个栖身之地的，栖身之所的，是，伊5万几户的家庭吼，2万户是违章建筑呢，哎，看啊，这2万几户外来得偌济人，流离失所呢。就按那这么被起，这么教室的组合物起好伊啊，但是因为大诶，这组合物我们还在想说要多少数量，要用什么方式？是，你还过做几台子要评估的呢 ？OK， 啊过来说后摆迄个咧大爱屋的新建咧，对，就一系列呢。所以观众朋友啊，啊做好事不能少你一人哦。我们虽然没办法像纪宇师兄啊亲身入骨去感受到灾区去10多天，但是我们每天可以发善心。发好愿，如果您愿意，你也可以金钱的布施，一起来成就这个一大事因缘。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大家来看的是，历年来慈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风灾灾难之后，如何推动以工代赈。两双照片无声说法，画面证明了清扫家园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时间2012年，空间中东，约旦慈济志工陈秋华带领一群跆拳道子弟兵整理着关怀叙利亚难民的物资。这个12公斤，数量一多的是很累。人员中也包含了接受义工代赈援助的叙利亚大学生。延续桑迪风灾中长期援助计划，慈济志工也招募了一群本地灾民协助翻译与访视的任务，模式同样是以工代赈。在先进国家救灾，以工代赈的规模虽然不大，但这个模式一体适用。I was really glad to see some people open up more today after they had the experience of helping other people. She was following me. Following, I was trying. Thank you. This is a brochure about the organization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Tushi Foundation, okay? 对灾民来说，受苦后还能得到自律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最重要的是，有许多接受以工代赈的灾民也深受慈济精神感动，而愿意加入助人的行列。对于慈济来说，以工代赈的用意，除了希望带领灾民尽速用自己的双手清扫家园之外，每天发给的钱其实蕴含了工资、紧急救助金以及慰问鼓励的多重意义。当国际油价、米价、物价都攀高，慈济更不以当地工资水平来订定发放标准，一切以大环境与灾民的切身需求做思考。
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让灾民接受到最温暖的真情与爱。Pero ko po walang trabaho kaya masuk po sa Chuchi Foundation po. Para po makatulong. 其实慈济义工代赈的救灾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06年侵袭菲律宾的榴莲台风，不过这次的动员规模并不算太大。到了2009年，在同样侵袭菲律宾的凯撒纳风灾后，超过8万灾民接受义工代赈的援助，成功建立了大规模带动社会安定的救灾模式。而同年的台湾八八风灾，隔年的海地强震、巴基斯坦水患，2011年泰国大水、东日本强震，2012年美国桑迪风灾，以及2013年约旦边境叙利亚灾民关怀，不分人数多寡，都充分发挥以工代赈安定灾后人心的功能。目前慈济以工代赈成效最显著的国家是在菲律宾，但未来也可能成为其他地区的救灾借鉴与典范。虽然说灾难无常，来时莫之能遇，但危机也可以是转机，善用智慧与悲心，更能透过赈灾因缘启发受灾地区民众朝着心灵清净、祥和社会与安邦定国的道路勇敢前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样样的慈济赈灾看灾啊，都有上人的智慧在里面。济宇师兄参与了非常多事，看完了影片之后，我想你应该更有话要补充啊。对啊，现在回想起来哈，卡在关于的灾难哈。都可以靠慈济人自己去救灾、去看灾，是去做一些救灾的事情。但这归你来，刚刚讲好像是灾难越来越大，你知道吗？所以你刚才不动用慈济人哦，是不搞啊。上人讲嘛，你慈济人上千人投入灾区里面，灾难如果很大，投入灾区里面跟着跨不狼啊，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上人用以工代赈也是透露一个讯息，灾难越来越多啊。刚刚固然慈济人哦，不搞啊。必须菩萨大招生。就是什么时候招生？利用这个大灾难的大因缘呢，大转法轮。OK， 哇，这个也是妙法。来，因为这个灾难发生以后，带动当地很多当地的很多人出来当慈济之工。好，斯里兰卡干嘛下来？其实兰卡今麦行政团队就是较早，那你去遐救灾时，老罗还翻译之工嘛。哦，对吧？啊，你菲律宾嘛是啊，菲律宾这摆有20几个。马利吉纳斯去的，对，迄嘛是当初遐有一挂遐有灾难的时，对不？咱去遐救灾的时，因为这个因缘把它启发出来，就嘛变成那里干部啊，那里种子啊。完了以后，今年的雅安地震的时候没咱去啊。哎呀，对不？雅安地震的就嘛用当地中国大陆的志工，他们救他们自己的灾难了，台湾不用再过去了。是。其实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在做法脉的传承，经验的救灾经验的传承啊。他们才是长治久安，永远留在那个当地的本土化。本土化啊，对 ，OK， 了解。这上人的智慧，公读这类上人的智慧啊，其实哦，季宇师兄跟慈露师姐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耕耘那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台湾，他们也会想要让爸爸妈妈接触佛法。这次季宇师兄从菲律宾回来的时候，还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圆满爸爸的一个愿望。我这边啊，刚才光爸爸哈，我爸爸老师也蛮配合的。看你往生的日子都蛮配合的，而且我爸爸从头到尾都配合度很高，你知道？看到我你做主席回来台湾，无时间回去。你讲我要紧，你我要回来，我来台湾，那见面就好啊。所以我没办法回去，让看他到台北来给我看，配合度很高，我们也是见面的啊。所以我爸爸哈，其最后在这个四年，最往生前四年有因缘接触慈济的。爸爸在今年圆满了他。光爸爸进入三年，对我们做慈济他很认同，他以我们做慈济为荣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障碍的这样。但是要接引他进来，光爸爸受日本教育也有一些困难，因缘一直不具足。是。告别往生前四年呢，我的因缘哦，他来大台当志工。有人约他了，弄导会啊，弄学日文的嘛。日文组的翻译志工，翻译志工，大家共修，每个礼拜二共修。他觉得最后这个四年哈，让他生命很充实，很有目标，很有价值。一刚刚最后，所以一风雨无阻啊。但是也因为最后接触慈济这四年里面，耳濡目染呐，在大台里面，虽然说好像也没有参加什么培训，但是这么多善男子、善女人在里面哈。尤其是这个有一个人文的情境在里面，对，他耳濡目染呢。告白因为一破病就跟他讲吼，我阿伯那许多事吼，他不恭敬，不发讣文，不说白包，也不诵经，也不设灵位，这么正信，普通为人是卖讲啥，知道但是不一定做得到啊。
但是他给我他就这样，我说对，这个是我们师父就要我们这样子的。这不是你做事世界建议的，是家己听到、看到也落实做到。啊，上尾讲就讲吼，啊，我来想讲吼，无我来做大体捐赠啦。哎、欸，我讲哎，伊都对，要不你培训人家怎样大体捐赠？这么少，在大台里面哪有谈大体捐赠的了？哎，伊讲哎，我原来怎样？刚才我来怎样讲？伊吼，伊阿叔学晒一下法清吼，拢老菩萨嘛，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哎呀，所以环境很重要。伊讲哎，人不捐大体啊，我无什么奉献啦，不我大体来捐。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接触善的环境，让他起善念，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很重要。您对于孝有不同层级的见解跟体悟。对啊，上人说孝有三种、啊。三种，对吧？啊，我们给爸爸妈妈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啊，这个都是小孝啦。嗯哼。啊，如果以爸爸、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来行善的话，造福人群，这个是中孝啦。嗯哼。人家大孝是啥？让爸爸妈妈一起来做事迹，这个大孝。所以您做到了。虽然是在爸爸往生前最后四年，不过。上人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只要找道路就不怕。”还好他有圆满的善终，对，哦，让他的这个生命的厚度、广度、宽度更加的丰厚了。对啊，您走过那么多国家，看过了那么多的天灾人祸，我真的最后真的很，要透过寄语师兄您的智慧法语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跟大家警惕一下，要怎么样让我们人间净土早日现前呢、啊？其实。慈济的法门哈、哦，你就跟他做，没有错了，对的事情做就对的了，那个是个缘起而已啊。在接下来呢，你必须是性空啊，缘起性空，性空就是无所求的，无所求的付出的，啊，你付出就要入人群呐、啊。所以上人一直强调说，我们必须入人群的、啊。所以你入灾区，深入苦难也是一样啊，深入人群也都是入人群的、啊，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啦。所以慈济的法不只是在佛堂里面哦，道场不是在佛堂里面的、啊，是在人群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以这样的观念去投入灾区里面，你才会以心印心呐、啊，才会把灾区当作道场一样。嗯，所以我去灾区救灾，我们刚刚学了好多哦，不是说我可以帮助人，我们给多少米，给多少钱啊，帮助多少人，不是这样子而已啊，里面就是有上人的法在里面。嗯，因为。菩萨所缘是缘苦众生嘛，所以上人叫人去入人群，对，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对，啊，我们还带着感恩心，是啊，这个上人的法是如此啊，所以付出是感恩啊，自爱是报恩，我很感恩，我去菲律宾，对，我很感恩，嗯，我印证师父教我们的法，嗯，在灾区里面道场里面的印证，嗯。所以，虽然您卸下了马来西亚马六甲分会的执行长、新加坡分会的执行长的这样的重担，但是你扛起来的责任更是重大，就是希望把上人的法带到更多的地方去。也祝福您跟慈路师姐继续爱洒雨露啊，让更多人因为你们喜欢慈济、加入慈济，一起让世界大同、净化人心的境界早日到达。好，感恩寄语师兄，祝福您，感恩师兄，感恩各位观众。